你可不要住女妖王我啊！是不是蛙吗？第一把在那拿的时候，杨迪看到他那个给丁香妮提示，一说他是蛙，哇！不能拿那个场外信息，那都不准。你那个太紧张了，那都不准。你想想，我录了多少侦探节目了，那能让他在这给我扎出来？你坑我！那绝对是。不能，绝对是。那怎么办呀？林呢？林浇水啊，让你把他换过来。那你也是吗？我不是。 啊，我不想。没事，妹妹，有我在，你别怕。有你在我才害怕呀，你有没有搞清楚啊？有我在，你别怕。可以的。你这么害我。